坐吧，我这里就行。为什么呀？腰间盘突出。为什么叫我灭霸？我因为你们都既孤独又优秀。 堪称美强惨。灭霸美强惨。嗯。现在开始怀疑你的审美能力了。对了，过会儿就站那儿说吧。过会儿和我出去一趟，约了监某公司的负责人开会。 有点不舒服，感冒了？没有啊，我有点低烧，我等我一下。 生病了就早点回去休息。 来我家了，难道被他发现我撒谎装病？来了来了，马上！来了来了，方总，怎么是你啊？过来看看你。 病好点了吗？好点了。给你买的药。乌鸡白凤丸、牛黄解毒片、创可贴、眼药水。方总，您这是干嘛？我也不知道你哪里不舒服，就什么药都买了一点。先吃药吧。 有热水吗？方总，其实我没生病。没病就好。您不生气吗？我只是失望。其实这对你也不公平啊，因为我的缘故。 让你也被人议论，所以为了不让谣言越传越远，不让大家真的觉得我们有什么，我们还是保持安全距离。什么安全距离？就是不给别人造谣我们的机会。什么？ 之间有什么吗？
总之，只要我们行得正，坐得直，就不需要在乎别人的感受。好了，你以后不许再偷懒，不想上班了，除非你不想干了。今天我先走了，那个，明天不许迟到。哎，不是，送你的东西。物归原主。现在不冷了吧？不冷了。上大学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这围巾是治愈小缺丧的良品。不管天气再冷，心情再不好，只要围上它，就像拥有千军万马，浑身充满能量。一肚子的歪理。走吧。外面还在下雨呢。这不有你千军万马吗？这雨还不小呢。要不这样吧，我数三个数，一起冲出去。嗯。一、二、三。如果想念也会有声音来呈现，爱你是我最坚。